哎，直接来到这里。哇，夜之城还是晚上比较好看一些啊。这些帮派的人会对我有敌意吗？扫描一下，孤独帮的都是。行。哇哦，这楼还是很帅的啊。等着吧，等待漫长的等待。不好意思，没等多久吧你？没有，没事儿，就一个黑屏的时间。Alex， 还不得掰扯掰扯？嗯，是，不过现在都翻篇了，赶紧走吧，时间紧迫。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跟随李登来着，直接进来了。你看看，还布了哨，也算是一种热烈欢迎吧。可以直接进，顺带手把人啊，顺带手把人收拾了。小事儿，干掉他们，我就能进去了。我不想闹得太大，但你要真这么打算，要不跟他们商量商量？可以先聊聊。没准儿能放我们进去。哎，可以啊，我们先看看他们有多少人啊。啊？我不是目标定位吗？不是不可查询吗？要不跟他们商量商量？可以先聊聊，没准儿能放我们进去。好，和守卫交谈，这写着呢，巫毒 boys， 来着，打开。你像是来找麻烦的，向后转，哪儿来的还滚回哪儿去。别嘛，华条说句话，我想跟华条说句话。想跟华条说句话？这儿没有叫华条的，扎米。扎米，要不你还是滚蛋吧，嗯？一个华条还能比马曼布里奇特难对付？我知道华条在里面。我知道华条在里面，告诉他。发型挺帅。聊聊。滚蛋两个字，你听不懂是吧？耳朵不好使，还是脑子不好使？大家都别激动。去你妈的，戈贝！戈贝！是我们不好，朋友。走吧 ，V， 回去。这就回去了。看来不行了。我在路上看到有请假，只要找到风道口，爬到另一边，把门打开。OK， 我看一眼去。我在外面放哨，必要时掩护你。没问题。还是挺够意思啊，想办法进入通风井。Zero，Yun，Yun。他们用二进制聊天啊？这么硬核吗？没有笑声啊，这儿呢。哎，下来了。这就是通风井吗？啊。喷漆是什么？搏击手套。这个门是哪儿啊？进来吧。谢了。啊，这样的话李登就是能从这边过来了。一个特工连门都打不开吗？这里面是哪儿？我估计就得有点搜集品。感觉有点太简单了。入口一个看门的都没有，不大对呀。
看看你没说错，这是怎么了？拆除好悬，拆出啥呀？哼，模板门，什么意思？拆掉了，好险！拆了啥呀？可能如果我们不拆的话，就直接掉下去了，然后就有陷阱之类的。 这门能打开吗？看样子像是一个通道啊！撬胎棒，民风淳朴 ，exit， 来着，打开，打开就完事了啊！打开就完事了啊！打开就完事了啊！控制摄像头看看。 啥地方啊？这是？别他妈往上贴！啊，这是滑条。哎，找到了，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啊，找到了，在地下呢。那我怎么过去呢？请问？ 电磁管路，一体过热。电磁管路，还有谁？警戒炮塔。 他这个为什么不行啊？受限？谁？OK， 我选谁呀？ 启动过咋？还行啊你！发现炮塔，都连不到人啊，怎么？瞄准打开的排气口，接他们。 哎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
龙过载，麦斯，其他的也帮我处理掉。来着。麦斯，再见了，死人朋友。搞定了，无敌，太强了，可以啊，完全减刑，太无敌了。然后我们稍微的打扫一下卫生啊。这是什么？对话内容。这是什么？订单。哇，订挺多东西啊，我都想要。还黑不了，打开工业解裂门，手直接伸进去，哎呦我去，插进去了。那他们不听话呀？是啊，活该。哼，操，李德，要说想你吧，那是假的。至于你，是你送马面 Brigitte 上的路，这怎么也想这么对付我？布里奇特啊，已经到这儿了，听说过我？我也觉得事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和我的圣殿是一体的，我的耳目无处不在。可以啊，不是圣殿，是山寨木偶作坊，你也不是祭司。是个烂土匪杀人犯，说我杀人犯，嘿，彼此彼此。怎么说，是不是打算像对 Brigitte 一样把我也做了？我也不认识你啊。我知道，我又不认识你。花条，我名字可多了。 Vergilagir，赛博空间的盲眼怒火，盲眼怒火，新美利坚的眼中钉，你随便挑。还是双重杀人犯，以及不折不扣的软蛋。我们是来谈判的，做个交易吧。如果有一方是被逼的，那就不叫交易，叫讹诈。叫讹诈？随你怎么说，有屁也给我憋着。与其耍嘴皮子，不如先听听我们的条件。看来你们俩不太对付。看来你俩关系不太好啊。嗯，主要跟他说过话的人都会犯个毛病，不是消失就是自杀。自杀小队也可以组吧。你跟他来的应该早就知道了吧，说想干嘛。我们需要个靠谱的黑客。我们需要情报，别人说应该来找你。找我？我一个瞎子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不知道，眼里只有赛博空间。巧了，我们找的就是要熟悉赛博空间的，越熟悉越好。没错。Donk Dinsa，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还以为你要讨价还价呢。怎么？这么痛快？局里都来人了，什么结果还用得着说吗？这手指甲挺长啊，这找一个失联的女人。空间一号坠毁后不久，有个黑客在网上遭到攻击，我们的连接也被切断了。是，得尽快找到他。啊，所以你要人查查失事那天网络上的流量。我脑袋里有个出故障的 Relic 芯片，他就是通过这个联系我的，有帮助吗？可能吧，得先看看你说的那个 Relic。 不行。想得美，花条。哎呦我去，那这事就办不了。拿出来我不就死了吗？啊，紧盯他李德，盯紧了他，李德，我试下可没龙。
来瞧瞧怎么回事。哇，身上这管子黑，我看见 LED 的呢。赛博空间数据大爆发，还有条路有人走过。我操，我Dead in bed， 这不可能！带着这坨东西，你他妈想什么呢？操，想说你的心。花雕好像发现你赖在我脑袋里了。不，他说的不是这个。啊？你看到了什么？是黑墙，它只会带来死亡。黑墙？具体点，花雕。哇，你手消失了。这做的挺有意思啊，有点那味儿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女人是用黑墙的协议和你联络的。我说怎么回事呢？操！我说呢，难怪。那黑墙协议咋的了？那个女人，她就是个会走路的定时核弹，真要是爆了，所有人都会完蛋操，一个不剩。还领鸟啊？咋的了？米瓦诺是一道大坝，它保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文明世界，拦住赛博荒原奇形怪状的 bats。bats。万一这个人形炸弹在中间炸了，那大洪水就会把我们全部冲没，跟海地一样。这下搞大了。留存 AI 会把网络淹了，我们也跑不掉。在黑墙那头的 AI 看来，都和一只蟑螂差不了多少。Rabbit 知道吗？一段毫无意义的过时代码。但凡有谁想要破坏黑墙的完整，就会被网监干掉。这真不是闹着玩的，所有人的死活全在上头。所以，朋友，你得让 V 跟咱们的姑娘恢复连接。你脑袋进水了吧你？现在你已经上贼船了。那好，现在你也逃不掉了，欢迎上贼船。目的，目的。花条，我们必须找到他。再说，只要他没回来，一旦被闻着味儿，你也跑不掉。到时候他们在网上养的狗可不会客气。你把痕迹全抹了，掐断所有线索，别人查不到这儿，自然也就查不到我们。哇，这表情啊。照办，我们两清，联勤局再也不找你麻烦。 Meld 今儿真可以。哼，太帅了。以前有这方面经验吗？这种活以前干过没有？哪种活？通过黑墙协议桥接两个主体？你他妈想什么呢？哎，趁我没改主意，赶紧确认数据传输。行，来吧，开始吧。那来吧。我这哥们儿要抽过去，感觉。我时间都暂停了。哇，太帅了这。那是索罗门里德？怎么？哇，太帅了。现在都是一伙的，还有 Alex。 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是他，但这是好事。你在用黑墙怎么没提？所以我们每次上线，每次通话，你都是连着黑墙的。我没说，你也不需要知道。会他妈出事的。是啊，我差点被黑了。真要出事，没命的是我，不是你。飞机被入侵后，只能靠黑墙和 Relic 间的通讯联系。哎呦我，配好了位。哇塞，收拾完奇美拉后，我被 Hansen 的人发现，叫他给关起来。
只要我乖乖听话，按他们说的做，就不会有危险。上一个空窗，好像黄条，好像哪儿不对劲，哥们儿。哇！狗日的黑枪！哇塞，你被关哪儿了？老师青，案情在大半九月。老师青，你偷偷混进去，我随后找你，别慌。我去，我去！快给他断线，李德，帮华强拔插头，快！这是烤焦了都，都 BBQ 了。哎呦！华强死了，因为我们死了，句号。你反正都打算杀了他，是不是？就这么一句完了。他是杀人犯，害死过两个无辜的本地黑客，干嘛要同情一个人渣？天真啊，弟！华条这货知道那么多情报，李德有可能放过他吗？啊！所以，百灵鸟他怎么样了？连接恢复以后，我们通了一会儿话，他人现在基本没事儿，但是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没错。好吧，一会儿跟我详细讲。来，先离开再说。华条的其他手下可能还在附近。保重吧，华条。还没有什么值得我搜，不是打扫卫生的东西吗？怎么了这是？又来人了。哎，左没有人。在布局。哈哈，想干我门也没有啊！哎，我怎么卡着了？哎，我卡着了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好久没活动了。我出来了。哎呦去，来人了，这儿这么多人呢。打光了，铁货换子弹。哎，还嘚不嘚了，上面还有个人是不是？去啊！好久没活动了。一体无伤。我去，瞄不准了，怎么？电磁短路。奈斯。无敌，走吧，离开乌都邦藏身处。先走吧，找个安静的地方。走着，非常简单啊！哇，非常沉稳的这么一个男人。
要跟你说什么了。他看到你很高兴。我们联手，他好像很高兴。很好，说明他相信你。还有吗？白灵鸟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李德。汉森把人扣住了，让他做事。靠！要这样的话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他说什么宝石青？说汉森在那儿搞了个大 party， 我们去了自然能接上头。知道是什么地方吗？前面两栋摩天楼高的那个，还有个大屏幕，看见没？那个就是宝石青。这个本来打算改成酒店的，结果好几十亿打了水漂，现在是汉森派在狗镇中心的堡垒。我们不能就这么直愣愣的往里闯。可以，估计也没有内应或帮手帮我们开门。我现在无敌的。我和 Alex 找找人，托托关系。你也一样，仔细想想，在这是不是认识谁，说不定碰巧能有办法。谁也不认识啊。倒是认识个中间人，叫 Hans 先生，我去问问他。那行，随时联系。行，OK。